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师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打算去诚品店逛一下。这个月的话，过两天的话就是我妈的生日，然后我人是在盈江，她在瑞丽，然后我就准备去逛一下，买一个漂亮一点的挂件或者是平安扣送给她做生日礼物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吧，走。那你直接去那个仓库拿就是吧。仓库里面的都被大哥订完了呀，好一点的都。没了，那我们就去逛一下吧。嗯，走吧。来，红姐的店在这边。红姐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呀！坐，来，喝点水。好嘞。水。呀，他是谁呀？怎么还拍上了呢？这个我是以记录生活的。没事。怎么有时间上这来了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想让你再选两块合适一点的、好看一点的，然后我妈月底过生日。哎呀，那你自己不有石头吗？还上我这来？我这店多小啊！没有，我那是有石头，但是很多的话都已经卖出去了。然后我现在自己手头上也没有很好的切开的那一种，是吧？然后都卖出去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直接来选一个算了。你选吧，选吧。哎，喝点水吧。哎，没事，放着。我先去看一下。看吧。好嘞，姐用点你店。好。看它就是龙牌，对吧？对。龙行天下，寓意的话还是比较好的。给大家欣赏一下啊，这个，哇塞。我们一个一个看一看嘛，大部分都给大家过一遍。来，这个来，过来，靠近一点看。这个的话是一个牛啊，扭转乾坤，对吧？牛气冲天，寓意相当好的。对。来，我们这个，哇，这个也好看。这个的话是一个山羊，看到没有？山羊开泰，是吧？我感觉都不需要拿手电筒。飞天貔貅啊，这个是一个。看到了吧？哇，姐姐这些还挺漂亮的哟。没想到给你吹来了，什么风给你吹来了？这也是个貔貅。只进不出啊，龙的第九子是吧？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巨牌。但有的人也喜欢啊，就是一些山水是吧？这个的话是一个春的一个财神爷，可以靠近看一下。财神爷。这个是一个大肚佛，笑口常开是吧？然后就是比较大肚能忍是吧？财神爷，哇，姐你这个还挺漂亮哦。是。现在给大家买回去的春料啊，要做手把件的话，你看就可以做个财神爷是吧？还挺漂亮的，这个我感觉都挺有特色的这些。你看这个貔貅的话，它上面的话还有那个，还有带绿花，看到没有？漂亮哦，来我们再看一下，我要送给我妈，我先欣赏一下你的东西。看吧，先欣赏先行。你看，好嘞。这个的话是一种镂空设计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莲花啊。这个的话就有点偏啊，应该是黑皮革的料子切出来的是吧？有点点淡淡的油青上面。千手观音，保平安的是吧？千手观音。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啊，都是一些观音的一个牌子，都是保平安的。然后像这种啊，一个挺宽，一副有点像一个一路有你啊，有个小路是吧？可以送自己的女朋友啊，或者是老婆是吧？一路有你，还挺漂亮的，这一个镂空的，对不对？莲花，是吧？漂亮。走吧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。我想给我妈的话去找个带刺的。带刺的这边多呀。好嘞，我一会儿看着过去吧。这边的话是一些山水牌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的话比较有特色，是一个春料的一个山水。你看，看它那个背面，这个还是一个厚状啊，相当漂亮，很大气啊。男人要发财是吧，就要带山水牌。那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男人要发财必带山水牌，对不对？
有山有水啊，靠山是吧？水是来财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大多是一些山水牌。看一下这个。这个的话还比较漂亮，这面是个山水牌啊，来你们对我们对着光看，转过来看没看到一个佛祖的脸，他这个雕刻还挺有那个的，挺有创意的是吧。哇，这个还挺稀奇的。平安扣的寓意的话就是平平安安对吧，这个的话就适合送妈妈也可以，但是我想找块更漂亮的。这种料子看它的一个雕工就相当漂亮了，这个石头的话不用我跟大家说大家应该也知道啊，达玛坎对不对，达玛坎的料子的话是出来是这样子的，它做了一个镂空的一个雕刻，这个武士牌漂亮了，厚状啊，来你对这边看，这边亮一点，一个厚状的一个武士牌，干干净净，真漂亮。哎，这个可爱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宝宝佛。宝宝佛啊，小宝宝就可以戴这个，小朋友的话可以戴这个保平安，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啊，办公室必备印章是吧？懒得自己写名字的话，就雕刻一个啊，私人定制一个，按着自己的名字是吧？一印就好了，多方便的，还很大气。像这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块的话也是达玛坎的啊，是不是这一个的话看起来就很有油性，达玛坎的它的一个成品的话是不是相当漂亮哦，这一小牌都是达玛坎，远远的应该拍得到啊，这一块它是带有一点点它的那个黄木来木材一个雕刻，看一下这个是飘花的一个山水牌，飘花姐有没有更好一点的，就比这一边的对好一点的，送妈妈吗？哎对，哎我看这边的花镜还挺好看，我喜欢是大的，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，小一点的带色的更好，带色的小一点的，像妈妈也适合戴这种，也可以这么像戴这个，像小葫芦也可以，小葫芦是吧？这个也可以。葫芦它有啥寓意呢？保平安，保平安，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个是一个白菜啊。白菜也挺好，一些挺好的。进百财。聚百财，消百灾。聚消百灾，对，聚百财，消百灾是吧？消灾免难。这个的话是一个葫芦，哇，这两个的话还挺精致的。哇，这个我喜欢这个，这个都挺漂亮的，这边很多呀，这还有武士牌，武士牌也可以，还有一个金豆，花花袋也是很显气质的，这个豆子也挺漂亮的，嗯，很多都是金镶嵌是吧姐，对对对对，哇这个好看，18K金的，嗯，18K金，这个色漂亮，相当漂亮的，哎这个也可以，嗯，就看你喜欢哪个，嗯，这很多。我再看一看啊姐，这还有个扣子也挺漂亮的，这个你看你喜欢吗，这个扣子也挺漂亮的，哇这个也很，这个好看，在纸里还在飘花的，这个鱼也很漂亮，嗯，在纸里和飘花的平安扣，嗯，哇这个是带纸底然后带飘花，很有意境啊这个是吧，这妈妈带相当贵气了，又到了艰难抉择的时候选择障碍了，选择障碍，选择障碍了这几款都挺好的，你眼光挺好，选这几款都挺漂亮的，姐的眼光更好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、啊、来看一下，是来这里摆在这里白一点、嗯、这特别相当相当大气的、嗯、是吧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、嗯、这三个好纠结啊，随意拿哪个都行，都挺漂亮的，福豆是吧，这个是、嗯、三个豆，那洋芋的了，洋芋，对、嗯，我要这两个吧姐，嗯，这两个，这个也喜欢，都拿着嘛，都漂亮啊，嗯嗯，那行跟姐谈一下价格吧，这三个我都喜欢，我留一个自己戴吧，嗯，
来姐，来我们谈一下吧，就要这三个。还没看我讲价呀？还要谈我价呀？嗯，你看一下啊，多少可以给我？是老客，那一个谈吧，先说这个吧。这个多少卖？那个得10000。10000？嗯。笑死笑的，但是姐，你看我选那么多，你一会儿得给我少点呀。对啊，我也知道你这谢绝讲价是吗？是啊，但是咱们也是都知道规矩，可不能砍我呀。咱们可老熟了是吧？是啊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这个11000，这个呢姐？这个啊，嗯，这个是15000的，这个便宜，这个9000，这个9000，嗯。这样吧，这个的话你给我一个好一点的数字，我也不乱砍你。这个给我个吉利数字，你自己说。这个老客了，8800，可以。不能再砍了。赚了赚了啊！金镶嵌，然后这个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平安扣它其实相当漂亮的，是吧？嗯。这老来的不好意思了。我手黑呀、啊，不然更漂亮。嗯。对吧？这个呢？这个姐，这个再少点。这个呀。少点，7800，不行，7800，不行，7600，哎呀，顺嘛是吧？7600，还有这个阳历的15000有点贵了姐，少点少点，你给我来个13000吧，13000，这个超阳太阳历的，这都什么的，这都是18K金的，相当漂亮，这个可别砍我了，这个都砍我了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那也不能砍我。这个。不能砍，又不能砍。这也不能砍，要给拿的拿那两个，这也不能砍。13000是吧，姐？再少点，再少点。哎呀，11000吧。不行、啊，11000，可以。不行、啊，一起打包带走。哎呀，你说咋整啊？这老来。11000啊，就这个，我越看越喜欢。它这个镶嵌的话还是挺漂亮的，是吧？像那个金，赚了，那个有金有绿啊。这个的话，那种贵气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天，这个送我吗？我感觉，因为我不太适合戴金色的东西。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就蛮适合我的。你多会选呢，那几个多漂亮啊！行，那姐，这点好的都让你拿走了。那姐，我打包一下吧。就这三个，下次来可别砍我了。好嘞，那回头我给你转微信上去，你看一下多少。没事，老客人都熟了，没事。好嘞，嗯，开开心心回家去。没事，来啊，这谁也拿着。好嘞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改天再来，你先忙姐。好嘞，没事，来小杨啊。哎，好，拜拜姐。好，哎，走吧。来，走了。